知不知道？花花花叫猫画哦，叫猫画虎啊！哇哦，克吗？没有，简单简单简单。有一首歌叫《找点时间》，一首歌的第一个字。我不知道。啊？啊？啊？嗡嗡嗡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那个？大家要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哇哦哇哦！哇！说肯定是对的，这他这已经习惯了。说什么呢？嗯，这个应该是那个，是那个化妆棉吧？怎么回事？化妆棉是吧？哎，玩赖，作弊，我举报，伪装蛋。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蒙眼拍戏的时候的经验，是不是不看到我的时候反而拍戏心情更舒畅？就是你什么都看不到，但是其实大家也会照顾到你的那个走位嘛，就尽量也不会就是很危险这样的。当然看不到你其实还算挺开心的。They ask you how you are,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're fine when you're not really fine. 手感不错，你们不知道你的是什么，我问问你吧。我问问你吧。你的硬一些，我眼盲啊。你的比我的好摸好吗？你这个我已经摸出来是个鸡了，我不想告诉你了。我个人反正我是特别喜欢蒙眼的造型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没有，就是小时候可能会经常就。那都一般。不要那么谦虚。希望大家能够去支持一下我，非常感谢。怎么不顺便支持？放水，我没放水，我怎么办 ？They ask you how you are, you just have to say that you're. 捡点剩的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不一下就拿到了，没必要。想起一下你对其他五个成员，你觉得最犀利，或者你想。这东西有点麻烦啊。是吗？水。互相记哇，太紧了！我的天！